十五五，有，他的气势明显碾压前一个同学啊。好学长，碾压学长。对，但是要不管他有气势而已。好哟。谨慎。真的是上肢的地狱就在 stage two。时间目前看起来非常的充裕啊，有非常多时间可以休息。1:30，休息够，小雨辰选手准备决定出发。OK， 哦，睡了。连续两跳都选择向上跳。Is coming.
现在比较累。小雨纯选手，时间来到了，可以快接近三分钟，上了死神镰刀。好，第一个水游顺利的通过，接下来第二个距离更远，要更谨慎的处理。有，好，再来一个落地的部分，有。来了无敌风火轮逆袭了。时间非常的紧密，还有一分钟左右。预留时间翻轮胎。是哦，看来第三舞台又多了一位竞争者哦。还有三十秒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陈卓找到好犀利的点，快过去。最后那一次，我们还有二十秒。一下就好了，对，开发一下就好。好，时间开始了，出发一下速度，哎，没有问题的，出发依然非常有力。OK， 来到我们的五路，好，非常的
每一位选手到这边都感受到钱币现在不是自己的了。时间来到1:40。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。没关系，照着自己的节奏挑战自己就好。时间差不多过了2分钟，好，选手出发了。有摆荡的技巧，非常的纯熟。接下来再剩两格，就可以进入我们摇摆围场。再来，最后一格。现在才开始，快到快到我这边了，第二舞台这边才是重头戏。好，准备好，就开始下去。
是哦。稍微卡一下，后面马上找我们的副官队长石勒。时间来到一分五十秒，最难的关卡鱼跃龙门，第二关的难度全部因为这个关卡而提升了。Okay, 目前只有三位选手挺进到 Stage 3，我们期待有第四位选手挺进 Stage 3，不然这三位选手怎么比都是前三名。来吧，卡哇伊！来，选手出发了，白浪非常的勇敢，三位有把握，稳定的挂了上去。接下来，来，加油！
节省打击球的力量，但是呢，就是搓的准度就要更高。好，完成。有明显的失利。